News Market 双十一优惠活动来喽！又到了双十一购物节的日子，不管是不是单身，都要买个礼物送给自己哦。咦 ，News Market 双十一礼赞，买 M1 Pass 送2020 N Planner， 这是什么啊？2020 N Planner 数位日志，让习惯手写行事历的朋友，书写之后立即跟数位行事历同步哦。使用 News Market 在数位日志上面记录自己的行程。New Notes 除了显示在 App 上面，也会同步到数位行事历哦。可以选择同步 iCloud、Google 或是 Outlook 行事历，非常方便哦。还有，新上市的 News Market M1 Plus 效能提升3倍。一般书写时间可长达17小时哦。News Market 双十一礼赞，买 M1 Plus 送2020 N Planner， 限时优惠直到11月30号。News Market 让生活更 smart。